手机充电接收不良，换尾插可以好吗？那么遇到手机充电的问题，我们去更换尾插大部分都是可以维修好的。当然在排除尾插问题之后，如果说还是有充电异常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检查主板了。主板上面包括电池和主板连接的地方，以及我们的尾插排线和主板连接的地方，另外还有主板上的充电电路。因为充电部分经常我们需要用到充电器给手机充电，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充电器不是原装的，在外面购买的非品牌的充电器，那么这种充电器没有经过认证是非常容易充坏手机的。另外我们经常开车的时候把手机放在汽车上，用车载充电器给手机进行充电，那么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容易损坏手机主板的充电电路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对主板充电电路进行检修。更多手机维修知识请看我主页。